哎呦，怎么充个这么快啊？这我的套路不是不好实施了，快快快，快马加鞭，快马加鞭！我不但两个人头要，我这个红 buff 我还得套路他。好，兄弟们，狠人就做到底，好吧？你们直接上线，不用管我。不急不急，皇子我相信他必须红开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一级的小皇子，哎，没有闪现，是不是？ 我们走这边，这边没有眼，有眼的话，我们刚刚去 F 6对面就会过来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拍一下。好，他好像有点懵了啊，站在原地愣了2秒钟。 有点懵了，有点懵了，成功干懵他，<笑>在原地发呆了。好好，上野区继续办他，兄弟，他这波有个惩，对吧？哎呦！好 ，OK OK， 我是肯定没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这我有点没有想到啊！好好好，我真没有想到皇子居然还敢躲在旁边等等惩戒，这里应该没有眼的呀，他们。牛逼，牛逼，兄弟们，牛逼了，牛逼了，被逮住了。 王子还在蹲，一标中，哇，哇，这一标。 帮我拉死他们！一标 A， 他想一我不给，哎 ，A W， 一标 A， 等他放完，哎 ，A Q， 主打拉扯，回家。 这就是法穿鞋的好处啊！极致的拉扯，就是一个字爽。<笑>他们没鞋子太笨了，没鞋子，这个有鞋跟没鞋的这个区别。有鞋子的豹女太好拉扯了。
这就是我喜欢罗法传奇的原因，就打什么局我都是罗法传奇，我就喜欢这样去拉扯前线。哇，14个刀，刷了8个刀，一个河蟹，一个 F 六。nice， 对面打野的石头人还在啊，兄弟们，石头人还在，一定在。他来下去只刷了两组野怪，只刷了2组。F 六是没了，不用去看了。没到6，我们蹭个兵的经验吧。我有，我有，有。升个6，OK。到6级，我们的伤害会有个质变。我们瞄拉个4。操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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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！太危险了！太危险了！追他呀，他没有意义的，以红帽我捡个树。这还你这你敢过来？红帽我先吃了吧。我哟，这要被抢就很亏啊。碰个小龙先，等等 ，EJ 为啥去中啊？吵架了？他应该是怪石头人刚刚不管他，直接走了，回中线了。吵架了，吵架了，这铁定吵架。哇，漂亮！漂亮漂亮！5级，红 buff 哦，蓝 buff 被他刷了。直接换线了，这两兄弟。这把得抄一下。我没看到他在说啥。我不是去把坑，你看看石头直接头普，头普又是啥啊？什么是头普啊？我都看不懂他在说啥。单杀太少了。王者他也不拿先锋，上路现在都一直单杀了。
上波兵法，哥，别吵了，我还十分钟下机，点了吧，帮个忙。这个态度一说，对面绝对要先。<笑> 啊！为啥我一说这个话，我得抄一下呀、啊！现在神都还没抄。 EJ 好像挂机了 ，EJ， 哦，超了，超了就好，不超的话总是有压力。 好 Q， 好 Q， 好 Q， 好Q，好Q。哇哇哇！你好勇啊！啊，界面就创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有、哎、，Hello， 预判一下，哦，直接阿里，那没办法。哇、哦，渴了一口。 没事，都不用回头看。你说他们会点吗？ 低分很早投降的，不，越低分，说实话投的越快，只有什么分段不点，什么分段都点，对，不存在说分段越低越不会点的，你信我，真的，我打这么多号，我还是知道的，都会点，都会点，跟分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，跟分段没啥，就看对面吵不吵架，对面如果吵架就不会点，他不吵架就直接就点了，知道吗？ 判断点不点不是看这些，是看他们吵不吵架的。他不是他吵架了，搁那赌气。
哎，那就都不点，对，没吵架，把把都点了。青铜黑铁这么，青铜黑铁真的点，哎呦，真的点，真的点。 来你一个，下游戏，是不是因为我上了个兵法，然后他们都发现了呀？啊？是不是因为我上了个兵法呀？ 啊，兄弟们，好像我不打这个之前，他们看不出来。还真不点。 真不点，我就不客气了。<笑>你们都搁这挂机，还挂机还不如点了。抓波皇子吧。 赵鑫是女神，行，赵鑫是女神，赵鑫你就从了这个 EJ 吧，啊，好，上单中单掉线了，赵鑫啊，赵鑫，好。 谁是赵鑫？给他抽号吧，啊，人有点少现在。抽号打3个小时啊，对，现在人比较少，我还是先开了吧。国服任意大区那个大师一下，打号打3个小时啊。 没有任何的段位要求，大家只要有号就可以参与。中了之后直接把号发我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兄弟，先好好打游戏嘛，行不？先好好打游戏。 哇，难受！哎呀，难受，这真的难受。我知道他想打我，来，有一个单杀。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都上跳龙了，我再等等，我看能不能把龙魂拿一下，赚一个也，反正只要大不要搞到大师局就行了，什么局我都打，好吧，什么局我都打。
再见了，傻逼！再见，再见。